无人机智能巡检是光伏电站高效智能组件及巡检诊断工具。红外无人机智能巡检是通过控制无人机，将红外双目镜头搭载到无人机上。无人机搭载双目红外镜头，对需要巡检的对象进行热谱采集。红外镜头的数据会实时显示在屏幕上，需要观察红外热谱图，对故障进行判断，进行故障标识。观察热谱图像，对点状光斑、组件缺失、组件破碎、两个或单个二极管导通、阻串开路等故障进行标识。传统手持热成像巡检仪的巡检效率远远低于红外无人机巡检。红外无人机巡检能精准发现组件热斑、组件破碎、组件变形、组件二极管导通、阻穿短路、接地等多种类型缺陷。红外无人机巡检不受地形地貌、屋顶构造、障碍物限制，保障了巡检作业人员的安全。巡视完毕后，进行查看巡检缺陷点结果，帮助运维人员快速找到缺陷组件。